突然下大雨。突然下大雨，好黑啊！一下子，昨晚真是耶！太黑了。突然下雨。下一场大雨，幸好停了，现在打一下停，全部人的伤口关起来，暂时性关起来。你放心，好像我们人买这些比较健康东西很难做。是这个灯光化，灯化。
边。哦。突然领到本身是等一下再把我妈妈开给我。不怕。很认真的在买东西。书签啊，好，书签，还送两个书签。继续逛逛，在卖衣服的，有卖吃，有卖衣服。Ice cream。这是很好，现在我们要跑这一次呢，非常欢迎大家出席由我们小龙宫品鉴特别为你们举办的这个中秋节嘉年华，我们的第一个哎呦舞蹈会现场。好的，同时呢，我们再次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要赞助商，请就是我们的荧幕上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支有关露米的这位朋友。被吓死了，淋雨啊，这边很多人呢。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就到此为止了，拜拜。